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，我是葡萄。今天要来玩一款新的游戏哦，然后这款游戏叫做《希望新世界》，它是一款手机游戏。那我也一样是用那个夜神模拟器来玩这款游戏的，因为手机可能跑不动。那我们就来开始吧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要先来调一下我的一些快捷键之类的方向键啊，有的没的。他说这个吧，我记得他那个坐标好像在这里，就是移动那个滑那个仪标的那边，好像在那边。保存，然后透明度差不多这样好了。然后我看一下，这边这样，好像没有调好、哦。对啊，我没有调好，等一下我再调一下。呦呼，差不多在这里吧。好，储存保存。到底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哦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。好，我再调一次。哦天啊，它一开始真的好难调、哦。好，保存应该可以吧？哦，有，差不多了，有，感觉这样哎。这样可以跑上去吗？不能斜走这样子哦，可以斜走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准备他的任务了。我这边没有技能键哦。等一下，我技能键这边没有技能键。怪怪的。好，先开始吧，先开始任务，先跟守护者说话。接受我的带领，成为一位强大的勇者。不要。还有吗？哦，对哦，我有先穿一只角色，这只角色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名字？天空葡萄园，这个就是我呀。然后我创的职业是祭司，祭司哦。请告诉我，因为祭司他说是远程职业，然后好像可以很好清怪的样子，然后我就来试试看。我就选祭司来玩，因为祭司好像是法师的样子。请告诉我这世界一切吧。首先，也许是一个令你惊讶的事实，人类已经毁灭了，人类已经毁灭了。什么？我脸怎么了？哇！什么？那我们的战斗还有意义吗？还有什么意义？意义正于在此勇者，我会为你开启被封印的历史断章。啊！一开始就这么快哦。好，再来是什么？回声哦，战斗，这是什么？回声冰潭。好。我一开始就有技能出现，太好了！这个是什么？召唤蝙蝠，跟随战斗。好，等一下我调一下我快捷键。这个要调什么按钮？我想一下哦。我就调 R 好了。OK， 保存。好 ，R， 攻击，攻击，攻击，攻击！哦，哎呦，其实这款游戏叫《就希望新世界嘛，它好像是按照以前一款很旧的很早以前的游戏叫希望安奈。哦，那一款游戏也是我的童年所以让我回到童年吧。好，再来是阿爷。让我回到童年吧。等一下我再试一下我快捷键。哦，还有限时间的哦。好，变一下快捷键。这个我用 F 好了。好，保存。哦，可以按。攻击攻击！哇哇，超好清怪的，各位超容易清怪的，超爽！再一次走这里吧，好！攻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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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！嘿，超爽哦！这是。哇，玩起来蛮有快感，好像又回到童年了。其实早期我在玩希望安奈的时候，我没有说玩得很像 RO， 没有像玩 RO 那么玩得那么疯啊。那时候玩希望大概只是就大概体验一下而已。不过也是当初也是有个童年体验。我引哦，就这样，攻击攻击，喂，成功锁定目标，喂。攻击攻击攻击！啊哈哈哈呀！他血是不是有点硬啊？他血量有点硬
啊，倒没啊？我倒。Victory， 耶、yeah ！好，看一下，那通关奖励是什么？哎，点选更衣位置，好好，刚刚把我Steam给关掉。OK， 刚刚把我Steam给关掉，因为刚刚我的那个有人的那个上线的讯息跑出来。好，我们抽一下，看是可以抽哪一个？抽这个。哎，金阳的针筒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我好像抽到好东西耶。好，点选阿如凯，阿如凯好像是某火影忍者某个，我好像摸火影忍者某个角色哎。接受我的带领，成为一位强大的勇者。如阿族肆虐，伊林众神为之愤怒，赐予了人类能够同如阿族相抗衡的力量。被赐予力量的人，就是被神选中的勇者，就是在说我吗？原来这就是勇者的由来。勇者不是不穿裤子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在学谁的梗啊？勇者不穿裤子，我在学谁的梗？拥有神力的十二名勇者，那个同鲁拉族势均力敌，这一战惊天动地，甚至连神域都为之动摇。好，有四等哎、欸，不是三等，我讲错，三等，鲁拉族终于退却了。数千年，人类也许已经忘记拿剑的方法。人民可以忘记，但勇者不会忘记。他们总会在弱者需要自己时拿起武器。勇者，拿起我赐予的武器，再次为人类而战吧！好，好，拿到了，穿戴成功。再跟阿鲁凯说话。好，你能够拿起这把武器，这说明你是真正被选中的勇者。我是被选中勇者哦，我脸。好认真的感觉哦。除了武器，你还需要一位伙伴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好，跟小哈比说话。小哈比是谁？我听。哦，他是以前希望安盖的那个小兔子，哎，标志人物，那只吉祥物小兔子。以前那个希望安盖不是都会有一只小兔子，好像吉祥物吗？对啊，在这里也出现了。我听到了有人在呼唤我，是你吗，未来的勇者？你就是要和我踏上，就是要和我一同踏上真诚的伙伴同伴吗？请接试炼吧。我要 K 他的意思吗？哦，怎么痛啊？我、哦、等一下，我、哦、怎么痛啊？哇，刚刚超痛的！我刚刚是不是我刚好像受伤了一样？哦，好，没事。哦，吓死我了！好，我认可你是我的主人，好，成为我的历练吧，耶、yeah ！愿为笑容。为什么一开始就死掉了？一开始就差点死掉，不是一开始就死掉，我讲错了。好，现在是干嘛？点来一个站立，将刚刚收复的宠物设为出战吧。好，再来，我没看到啊。请问我刚刚，刚刚有是我解析度的问题吗？你眼前的精灵，我们称之为宠物的生物。宠物是跟。宠物是用水晶的力量，利用生物的因素制造的复制品。人类拥有驱策宠物的力量，就请他为你而战吧。好，又等了。神的祝福还在，勇者还在，人类不会轻易倒下。好，到那场战斗中去吧，勇者，我为你开启历史的断章。好，看一下，他刚刚出售什么？看一下，我没有东西啊，哥，我这里没有东西啊，是怎么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看一下，活动是什么东西？运营活动，更新公告，哎、欸，是我，哎、欸，我刚到什么东西啊？好，回去。更新公告，对啊，我这边什么东西没跑出来，我是那个画面有问题吗？
等下各位，我先把游戏关掉。OK， 又回来了。那看一下我的一些，对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领取成功哦，我领取到什么东西？奇怪，我这个画面是怎么回事啊？嗯，好奇怪哦。哎，有跑出来耶。那这个手厨是什么东西？哎，手厨就是厨子嘛。哎，又回来。看一下更新公告，没有东西啊。那这个也没有东西啊，关卡是什么东西？是我网络问题吗？为什么东西都没跑出来啊？好吧，算了，先解用好了。战斗好，回声祭坛又要战斗吗？托管可以自动战斗啊？算了，不要好了。喂，攻击攻击！哦，怎么回事？哦，攻击攻击！喂，哎，下下下下！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我等一下，我先点一下那个快捷键。快捷键的话，输按键。输按键的话，我刚刚是 R， 然后 F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用这个，这个用给他用 R， 这个用 T 好了，然后这个用那个 G。OK， 好，储存。来，还有哪边？走这边，走这边。哦，又来了，有动画哦。这里，哦。踢。喂。哦，这竟然还蛮猛的。喂。喂，攻击攻击。哦，哎，我蝙蝠不见了。好，再出来召唤出蝙蝠。哎，还来了。在牢笼中长。去死吧呀！哦，我是不是不应该跟他面对面打？哎，还哎，我伤害一开始就那么痛吗 ？Victory， 耶、yeah ！我伤害一开始就这么痛哦，超扯的哎！通关胜利，谢谢。又要抽奖了吗？抽这个。哎，我又抽到好的，这个算好吧？绿色的字哎，精良的修道士靴子，好。好，点击，好 ，OK。找阿鲁凯说话。接受我的带领。但毕竟无论体能还是。士气，经历太久和平的人类和古拉祖都有着天壤之别，人类在节节败退。好，败北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人类节节败退，终于退守到最后据点，主教所在的乐团，乐园镇。起等了，点。那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？是我解析度的问题吗？强化。强化成功，好，再来。接受我的带领，成为一位强大的勇者。就是这样，人类应用自己数千年来研究的制铁技术，不断强化的兵器被送上前线了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武器的力量提升许多，好。OK， 人类智慧，剧情我还要念吗？疯狂的进行宠物召唤，乐园镇所拥有的水晶也终有一天会面临枯竭的。于是，绝望的人类终于放下天际，放下了大计。他们复制的目标从敌人变成了神。哦，又要回去回声森林了。好，走。等下，我该这边有什么？嗯？怎样？不是啊，我什么东西看不到啊？这是解析度的问题吗？还是那个画面问题？哎，我至少看得到这个。哦，好，至少还看得到我的。各位，你看我这边根本就没东西，没有东西出现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好，回声森林。
开始。喂，等等，哦，攻击，喂，哈，哎呀，哟，喂，下下下下下下，哦，好多香菇，哇，香菇、蘑菇之类的，哎，安阿姨，好走。喂，踢，喂，兵兵兵。喂 ，biu biu biu， 嘿！哇，我这样，我觉得我人物超可爱的，我今天回到童年了。嘿，嘿，嘿！攻击攻击，还有阿爷啊，这里这里。哦，一座桥升起来了，好猛！好，走吧，继续走。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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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确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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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喂喂喂！喂，给我下去，给我倒下，给我倒下！哦，好哎。他长得这是什么怪？我有点忘记了。时间，好，时间一分多钟。就有差吗？然后就又抽奖，会抽到好东西吗？又抽到好东西，还说一开始他就会送给你的。好装备，感觉运气有点好，一直抽到好东西，可能是一开始就会送的吧。接受我的带领，成为一位强大的勇者。好，是是是，这种绝战兵器被赐予强大的力量，但是只顾着追求绝对力量的人类忘记了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那就是他们能否驾驭他们所创造出来，能否自己，他们自己能否驾驭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怪物？正是如此，神等，又久等啊！找小孩比说话，为了应对，为了应对未来更激烈的作战，请学习学习高级技能吧。好，高级技能是什么？高级技能？高级技能需要很长时间准备才能使用，但一旦使出，拥有改变战局的威力。好，来我看一下，点哪一个？点这个。我什么都看不到啊！这是它是界面有问题吧？已经帮你选中推荐使用中的高级技能。好，看一下，以后可以根据战斗情况来更换高级技能。我们去试试看高级技能的威力吧。在哪里啊？我什么都看不到啊！找小阿比说，不愧是传说中的勇者，悟性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可是我什么都看不到啊！我刚刚界面什么都没有哎。好，赶紧实战一下吧，发挥你所新习得的高级技能，和队友一起取得胜利。好，玩家。玩法好。对啊，各位，我这界面什么都没有，这游戏本身问题还是发生什么事？好，开战。要开始吗？我已经跟人家那个，跟人家一起参加战斗，这是玩家吧？哦，速度提升！哇，等一下他怎么可以冲那么快？击杀完对哦，好。哦，攻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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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可以吗？攻击攻击！哎，我怎么一直被攻击？哦，好险！过吗？他三杀啊！我几杀？我没有杀啊。OK， 离开。我看一下，奖励找回，看一下。点哪一个？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！
好，与小找好小哈比说话。痛快的打赢了主人大人，真是了不起。这也多亏了大家的努力。我觉得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蚂蚁，我能成为主人的力量就已经感到很满足了。哦，经验值10000，好。哎，再来是酷炫坐骑哦，哇，还可以有坐骑，找阿鲁凯说话。接受我的带领。鲁阿祖逐渐强大，我们的学者和大法师们研发出新的宠物提升方法，那就是幻化。幻化，引发宠物内在潜能来提升宠物的能力。好，来吧，又是。我根本就看不到这边的界面啊，这怎样啊？幻化 ，OK， 幻化可大幅提升宠物战力哦，走去交任务吧。好，接受我的代理。经过幻化的宠物，潜力提升已经接近了极限。好，这么哇，我脸好可爱哦。这样一来，大家也会获得新的力量。我对自己的战斗能力充满了信心啊。讲错，这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即将到来的战斗。好，现在被停止的时间已经开始继续流逝了，你必须抓紧时间。好，我该做什么？回到个云镇去找守护者，他会带你回到灾难发生的时间之前去改变历史。好，众神没有干涉因果的能力，但人类有，坐上木马到个云镇去吧。好，获得木马，哪里？这个就是木马。哦，还真的是木马，他长得好像木马。跟我走吧，去改变我们的未来。好，是。找渡人说对话。哇，我真的在骑马哎。